法与情的无限挑战。我根本没有杀人，求求你们救救我吧！该不会连杀了人都不记得了吧？被告的儿子曾找过我，证明被告罹患阿兹海默症。平民与贵族的华丽斗争。谁叫那臭丫头坏了我的兴致？这个案子跟那个日浩集团好像有关系。那个代替你坐牢的人有什么罪啊？是他自己没钱，关我屁事！立刻判他死刑。国民弟弟于承豪，电影女王胡敏英，胡成雄、郑慧星、南宫敏。看他们如何挑战法律极限，揭开真相，逆转人生。记得我爱你，敬请期待东森戏剧台。